留学意大利，然后呢留学加拿大，就是学了很多不同的专业。在国外就是那么多年，我一直是在不断的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和艺术梦想，包括影视方面的。我现在就是也非常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中国青年歌唱家也好，歌唱演员也好，影视界的不管是哪个方面的艺术类的，希望能够脚踏实地的打好自己的基础，然后把我们的中国音乐、中国文化推向国际舞台，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能有更多的机会展示给世界的人民。我希望我们这个就是艺术家，不管是年轻的艺术家，还是就是已经成熟的艺术家，我们要通过这个艺术，这个作为一个就是载体，音乐和文学或者不管哪种艺术类型的，用这个载体来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精髓，结合就是国际这个平台吧，让我们的这个文化能够更多方面的能够就是感染到，让他们能有更多的机会感受到、学习到，我们中国文化的精髓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搞艺术不仅仅只是在学习，我们应该有这一方面的这种责任感。